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自媒体的话题。这个标题我想了一下，主要是什么是自媒体，和受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自媒体。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当然和一个自媒体有关啊，这个自媒体就是石头记。石头记夫妇前不久在他们的自媒体啊石头记上啊聊了一下啊自媒体，并推荐了几个自媒体的账号。我呢也有一个小的自媒体，那么这个自媒体呢也曾经在前一段时间被石头啊在他的这个频道里边推荐过。所以今天呢我回应啊这么一个话题啊，我们就相约啊石头记来聊聊什么是自媒体啊，聊聊受众需要什么样的自媒体。一个是对石头啊他们这个大公无私啊这样一个宽广的胸怀啊，来容纳我们这样一个草创期的小的那油管频道啊表示一种感激啊。确实是我们在这个油管频道推出我们的视频时间应该很短啊，当然我们在其他的纸媒啊，我们在其他的传统的媒介上啊，我们出道就是蛮早的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平台上应该说是一个新兵啊。这样的话，那么相对于资深一点的啊，比如说像石头他们这种频道来说，我们呢应该说是需要大家的扶植啊和帮助，所以这一点呢表示感激。第二点呢，本身对自媒体这个话题我们也非常感兴趣，所以今天呢我想借着这么一个题目啊，跟大家来交流一下有关自媒体的话题。说起自媒体啊，首先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媒体，比如说我们每天啊，你可能过去你听到了电台广播，看到了电视节目，乃到了之前你更熟悉的啊，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报纸杂志，实际上都是我们说的媒体啊。再加上我们以前听老人讲故事啊，那天下无媒不成婚，那过去就是媒婆嘛，媒介嘛。那最早可能中国汉字这个根源上来说，这个媒啊，它就是从男女之间的婚约上来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过去男女之间谈婚论嫁一定要有一个中间人，那这媒体起的作用就很大，因为第一个它会很好的去搭配这男女双方是否般配啊，另外一个就是当男女双方各自有一些个优点的时候，它可能会适当的放大，当男女双方各自有一些缺点的时候，它会适当的掩盖啊，让你看主流啊，等你们真的见面了，真的已经结婚了，生米做成熟饭了，那你们可能更加的和谐的去过日子，而忽略掉彼此之间的那些个缺点或者说是缺陷啊。这是一个好的媒婆啊，应该有敏捷的思维，有非常良好的观察能力，同时呢也要非常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媒婆起的作用。但是现代社会恐怕就不仅仅是这个方面了，因为我们一个公众对世界上对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你不可能一一都知道，这时候要有专业的人做这种采集宣讲啊，并且做适当的解读，那这个本身呢就是媒介啊。刚才说了，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报纸啊、电台啊、电视啊这类东西，那么随着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那么很多的新的手段就上来了，比如说我们大家手里头现在都有手机啊，这个手机本身既可以录音也可以照相还可以摄像，那我把我录的东西拍的东西摄的东西放到互联网这样一个高速公路上面，那我就可以把我个人采集的信息，甚至可以把我个人的一些个观点看法附在上面，传播到全球各地。这就是现代为什么对自媒体啊这么样的大行其道，就是因为我们有信息高速公路，因为有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那么今天我在讨论这有些个人啊，他放上去的节目那是不是自媒体，比如说石头夫妇推荐的那个某某时刻啊，我不评论人家这个
节目好坏啊，我对人家既没有成见啊，也没有一些个定型的一些个褒或者是贬的这种政治倾向，我只是讲在我个人来看，某某时刻啊，尽管这个节目制作的非常好，但是它放在油管这个频道上来播的话，它也严格意义上它不算个自媒体。为什么？因为它背后是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本身并不露面，展示的是这个团队所非常好的后勤保障方面的服务，而这个演播者在前面这样的一个展示出来的形象，并不完全是他个人意志或完全是他个人素质的表现。顶天他就是一个演播者，他就是个播音员，当然他可能个人修为是很厉害的，他应变能力是很强的，他的知识面是很宽的啊，这些个都不容怀疑，但是从他整个的结构来看，他应该不属于一个自媒体啊。石头夫妇也讲过啊，他这个片子里面啊，灯光啊、音响啊、啊什么抠图啊，反正这些专业性的东西，那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自媒体这些人都不能够具备的。那假如说这样专业制作的，这样背后有一个强大团队的，那这也都算自媒体的话，那没法说了。你比如说这个国家电视台的某一档节目，也可以放到这个油管频道上去播出啊，那你能说它是自媒体吗？啊，所以我想油管本身它对这个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的。那么一个订阅量不高但是播放量很高的东西，你觉得这里边会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啊是跟大家做交流，我认为油管认为你这样的一个节目，且不说他的节目质量啊，或者他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来说，他这个油管至少认为你这个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媒体，这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保障团队。那到底什么叫说这个自媒体的度把握在哪里呢？就好比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水啊，什么样我们叫固态的水，什么样你升华到一定程度就不叫固态了，就变成液态了，那再温度加温到一定程度你就变成气态了。虽然都是水，就是说好像都是媒体一样，但是它的性质由量变变成了质变就不一样了。我想呢，今天我们大家更多的自媒体是什么？是一种以这个主播或是以这个中心人物他起主导作用，甚至80%-90%以上的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样的话他才会质朴，他才会本色啊。就好比说我们看到一个小姑娘很漂亮，但是这小姑娘可能有点缺陷，比如说眼睛稍微小了一点，脸上还有两颗痣，但是总体说来她算得一个美人，只不过她有一点点瑕疵。但是这样一个美人，她不是到韩国整过容的，她不是拉过双眼皮的啊，她也不是抹了太多的粉而在上边去装饰修饰出来的，我们真是天生丽质，就这个词儿给他。我们说这样的东西，如果他真好，他就是一个好的自媒体；他稍微差一点，他也是自媒体。如果你太多的靠设备，靠资金，靠保障团队，靠所谓的艺术技巧弄出来的东西，他可能节目制作的非常精良，在艺术角度上来说无可挑剔，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纯粹的自媒体。今天我们靠国家力量，靠政权的力量啊，我们靠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资金堆出来的这样的强大的宣传机器，我们太熟悉了，我们甚至有些厌恶了。而相反，我们说一个大自然里面除了有很好的树很好的花之外，那野草也要长啊，野花也要开呀，这才是完整的生态呀。而自媒体我认为恰恰就是弥补大自然当中那些单一的苗圃化的生态，它们很多是野草，很多是野花啊，虽然它不是那么高大上，但是它真的扎根于泥土，它来自于自然，它带着大自然的芬芳每天就萦绕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这些受众，假如说你是一个对时政新闻非常感兴趣的人，
那可能他们从各种渠道带给你的消息就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至于这个东西可信度是什么样子，那由你做分辨呢。我们后边讲嘛，你有良知啊，你通过良知可以判断呢，你有常识啊，你通过常识来衡量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受众当傻子，受众可以去分辨。我们说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基本的三观，你的三观是正的不是歪的，那么你在求知欲和好奇心的驱动下，你对这些纷繁的世界你应该有所取舍。我们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为什么反对宣传？因为宣传是我强硬灌输你一个东西，你开始可能不信，但是我逐渐泯灭你的良知，我让你封闭你的常识，谎言重复一千遍有可能成为真理，这个就太可怕了。当所有的公众失掉了对谎言的辨别能力，当所有的公众失掉了对真实的东西的获取的渠道，那这个世界成为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说人所追求的除了物质上面的这些基本的人性需要的东西之外，我们思想需要什么东西？需要真善美。真是什么东西？真是就是去掉那些浮华和雕饰，真的把世界上的真相拿出来。我们需要追求的是真相，真的东西本身就是非常有强大生命力的。接下来在真的基础上能不能让它做善一点？比如说我们在报道一场事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血腥的画面，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少照一点，能不能打一点马赛克？这就是说尽量给那些个心灵脆弱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少一点视觉上的伤害。这就是在真的基础上求善，而不能说这场事故死了一万人，死了一千人，我们告诉他只死了五个人，这个就错了。你为了善，为了不让人家有一个很大的这种负面冲击而修改了事实本身的真相，这就有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在真和善的基础上，如果您把灯光呢、画面呢，如果你是报纸啊，把这版面呢、字号啊这些东西编排的更好一点，这不就是美吗？但是一定美要建立在真和善的基础上。现在自媒体它的出路是什么？首先要保证是真的，首先是真，尽量要接近真。所以能证实的你证实，不能证实的你证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你应该存疑。接下来你在这里边，在这个基础上尽量把自己做的怎么样符合人类的共同价值，符合人心向上的这些基本的伦理，符合了这两条，然后您再说我器材能不能上得好一点啊，我的音质能不能变得好一点啊，我的播出的时间啊，我能不能够这个恰到好处啊，然后我每一段的时长大概掌握在什么程度啊，这些个才可以谈论自媒体的技巧问题，而不要去开始就追求那什么高大上的硬件投入，去跟那些省市级甚至国家级的电视传媒去比拼，我认为这就走入误区了。在中国啊，在华人的世界里，我们都知道有中医和西医之分。我看媒体，我看自媒体，我觉得我是拿中医和西医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比方，但未必恰当，但是它至少能够说明问题。比如说传统的媒体算不上自媒体的，就好比是一个现代化的西医医院，那里边的科室分得非常的细啊，什么儿科呀、妇科呀、啊什么内科呀、外科呀、口腔科呀、耳鼻喉科呀啊什么等等吧，那里边还有什么化验呐、什么检测呀、什么透视啊啊这类东西分得非常细。那你把一个内科的大夫啊，你把他放到妇产科，他玩不了那个活。相反啊，你把一个骨科的大夫啊，你放到耳鼻喉科，他也玩不转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细的分工，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的电视台、大的电台一样，它里边分得非常非常细。录音师就是录音师，播音员就是播音员，化妆师就是化妆师，灯光师就是灯光师，摄像师就是摄像师，导演就是导演。你在一个传媒学院、传媒大学里面，他就会有相当多的这种细化的专业来做。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媒体。但是假如说我们变成一个自媒体，自媒体就好比什么，我认为就好比是个中医大夫，你可能看不起眼，他就是个江湖郎中，但是古代的中医，中医传统下来他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医生就是一所医院，每一个中医都应该是一个全科大夫。中医是什么？简便连验四个字。什么叫简？非常简单，一根银针治百病，一把草药就能够解决你的病患，非常简单。第二个呢，它非常方便，一个医生拎着个小包他就到你家来看病了，他一个人走到哪里，这个医院就搬到哪里，这个全科的科室就搬到哪里，非常的方便。所以很多的中医要不然就是在附近的地方坐堂，要不然就是上门为你服务，不像现在你要被120999，你要被这个救护车拉到那个地方去，你没听说一个医院的复杂的科室啊都到你这儿来，不可能啊。如果你是高干，那你住在高干病房的医生几班倒，护士人员几班倒，那是另外码事儿。正常的老百姓都是你要到医院去门诊就医的，而过去的中医他不是这样的，中医就是上门服务的啊，甚至你有病没病他都每天都得家门转一转啊，拿着个拨浪鼓或者拿着个什么东西敲一敲，告诉你我是江湖的医生啊，我到这儿来看病来了，如果您有病您招呼一嗓子啊，我就进人家院门了，就变成这么的方便简便。连呢，连就是非常的省钱啊，过去医生靠银针，靠艾灸，靠拔罐，靠按摩，靠刮痧，这个成本非常非常低，即使给你开点药也是我们身边的你平常见得到的东西啊，比如说药食同源，很多就是你平常吃的食物，我用它的偏性我就可以治好你的病，或者说在你的山坡边上，在你的小河边上，在你的水里边，哎，捞一点什么东西给你配伍一下，按照君臣佐使给你弄好了，哎，你可能花不了几个钱你就能把病治好。第四个就是验，什么叫验？当场就灵，说我这牙疼啊，牙疼我现在针扎到某个穴位，你牙可能就不疼了啊，我现在胃疼给你扎到每个穴位，你胃可能就不疼了，我头晕啊，给你按摩一下，给你刮刮痧啊，你可能这个头晕就解了等等吧。所以简便连验，这是中医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四个字的概括。那今天我觉得自媒体它更像是中医啊，它就是一个人全包，这设备非常非常的简陋。你比如说鄙人吧，你看我从开始录这个视频到现在录这么多期，我几乎都是这身衣服。人说你没别的衣服吗？不是，我这衣服我脏了我会洗，洗完了我还穿它，为什么？方便。什么叫方便呢？是因为我这次节目我放完了，那下一次呢我想还用到这块内容，我就把它切两分钟移植到别的节目里边来，最后我可能传了一台节目30分钟，我可能从15集里边挑出来的。但是如果我的衣服是每一集都要换，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没法拼，我都是一样的衣服，我到最后拼出来这个东西你都搞不清楚我是不是一次录的。所以这就是自媒体人啊，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作坊式的这种做法，而给自己找的一个减低成本方便制作的这么一种思维。所以我觉得自媒体更像是一个古代的中医江湖郎中，你就找你的特色就行了，你把你能治的病你治了，老百姓就欢迎你，就需要你，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西医的现代的医院，这个就麻烦。所以我对这个自媒体我是从西医和中医这个角度我是这么分的，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比喻，就是说你现代化的那些大的电视台，他们很可能就是一个高档的酒楼，它里面可以给你做一个满汉全席啊，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料肉酱，它一大堆东西它都有。而我们自媒体是什么呢？我们自媒体就是路边摊儿，我们就是窝头小咸菜啊，给你弄碗粥啊，我们就是路边那大排档啊，您困了累了顺便往这一坐，我就可以弄瓶啤酒给你弄上几个菜来，你就可以在这儿小饮一番休息一下，
调节一下你整天吃大鱼大肉满汉全席烦了的那个口味。这就是我们自媒体，我们的自媒体尤其是在自由发声的啊这个大的环境里边，公众需要我们做他们的佐餐之物，成为他们那些主流的环境下面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作用。我们可能永远上不了高大上的台面，但是在公众的需求当中，我们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在这个中间，当然了，也不是有个人啊，弄个摄像机往这一架啊，往上传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自媒体的。我一直认为，自媒体一定要从真善美的角度去要求自己。你可能物质方面，或者你天生的长相方面就不如别人，没有关系。真就是一定要讲究这个东西的本源是什么，不要动不动就夸大其词。因为有些自媒体它可能就播时政的，播时政你就把这个东西原原本本的，你采集的第一手的素材啊，然后把它播出去就行了。说如果我播错了，播错马上去跟进去更正就是了。有些人他不善于去评论，特别是这个东西啊，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尘埃乍起，它好多东西它还没有暴露出这个本质出来，您就在这猜测呀，啊，您就在这说我的定论是什么，显得你很高明。我觉得这个方法恐怕不是太高明的方法。你就把这个东西在主流媒体上它没有播之前，或主流媒体它有意掩盖的一些东西，你把它播出来，原原本本的尝试让它尽量接近本真，你相信受众是有能力做判断的。不要侮辱或是低估了公众的智商啊！我们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啊，所以我觉得真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正确的三观，你知道你会强调什么，淡化什么。你比如911啊，这个事件爆发以后，你不要老是强调人们的仇恨，对吧？你老去重复播放啊，那个飞机撞那个双子大楼的那个画面，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太多意义。你让大家知道哦，这个真相是什么，然后是让人们去重新去认识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我们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我们喜欢的是中道。但是中道不是把极左也灭了，把极右也灭了，那不是。中道是在左中右都有的情况下，观众靠自己的三观来判定他应该取舍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丰富多彩的。因为我们说和谐，除了每个人有饭可以吃之外，应该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所有声音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去从纷繁复杂的声音当中去选定自己赞成或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就像说的，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就是美，在这个基础上，在真和善的基础上，能不能把我们的处理的好一点，买一个好一点的话筒啊，买的好一个好的点的摄像机啊，把你的灯光架一架呀，那这样的话让听众或者是观众在听你的声音的时候，在看你的画面的时候，最大限度的能有美感，让他能够持续的去听下去，持续的看下去啊。就好一边我们是一个小馆儿啊，这里边饭菜啊各方面质量不错啊，但是呢我们的桌子很旧，我们的墙壁啊也很破，但是我能不能说把它擦得干净一点，铺个台布啊，墙面上我能贴点壁纸啊，然后在这个桌子上比如摆束花啊，啊这些东西就适当的装饰，千万不能把这个小馆变成一个大酒店式的装修，这样的话可能就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呀，这个传统的大媒体啊，就好比是一家大的现代化的西医医院啊，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五星级的酒楼，它需要各个部门分工很细，但是又合作的天衣无缝，给你制作出来这个东西就是高大上的东西。而我们传统的之外的这些小媒体啊，现在出现的这些自媒体就是社会上的花花草草，它可能没有那样的高大上啊，他一个人恐怕就把前后的事儿都办了，既是老板又是伙计，但是他本真，他会弥补我们受众所需要的那些个不足的部分。这样的话，我觉得他
它才是一个比较有生命力的啊。尽管它是小众，但是它有市场。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啊，说其实你真的不懂周孝正啊。周孝正教授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啊，目前呢他在美国养老。那周教授呢，他本身啊有比较好的功底啊，比较睿智的思维，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同时又敢说善说。那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他的个性。很多人说，哎，他要不要开个自媒体啊？咱且不说周教授会不会开自媒体，那他开自媒体肯定受众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开一下脑洞，假如周教授变成了人民大学的新闻发言人，你会怎么样？他还会像现在像这样的受期待吗？所以我们说自媒体不要在这种硬件上太纠结。我的感觉就是做好你自己，尤其是不要忘了你的责任。一个好的自媒体首先就是要塑造一个公民的基本素质，塑造公民的良知常识，追求自由，担当责任。至于说在这个基础上您能不能做到我们说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文啊，那就看个人的修为和追求了。如果把这些人做得更好一点，当然了，您的订阅量啊，您的浏览量啊，您的知名度啊，乃至您的生命力都是相当好的。当然你这些都做好了，自然给你的市场的回报啊，一个是经济上的回报，还有受众对您的爱戴，那就非常好啊。当然说了，一个媒体再怎么着啊，也不可能趁百人之意啊，何况受众有那么多，多少万人呢？那一定有人不满意，甚至在底下骂你。没关系，我是不回应这些东西的。为什么？因为您对我满意您就看，不满意我也没强摁着您来看。所以这就是一个双向自由选择的过程。我觉得只要是我们把心放正了，我们既不挺谁也不砸谁，我们也不包谁也不随便去贬谁，我觉得这就挺好。因为我们华人来讲的话，我们不要让人感觉说一个人都是一条龙，弄在一起就是一条虫，窝里斗没有意思啊。每个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有人他去骂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他可能他有家仇，他有国恨。有人他就贬一个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他对这个东西从小就深恶痛绝。有的人呢，他可能非常赞扬某类东西，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受到了这方面的恩惠。所以我们说多理解每个人的不同的诉求，做好你自己，把你的心放正了，把你的活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下能把它干好。听众的耳朵是灵敏的，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有的公众都有自己正确的三观和判断。不要太高估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谦卑的位置上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是初创，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真的需要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啊。所以我今天呢就这个话题啊，回应一下啊这个石头夫妇啊，回应一下他们这个话题啊，就像说相声一样，有逗哏的啊，得有捧哏的，也得有底下喝彩的，当然有喝正彩的，也有叫道好的。但是无论是逗哏的、捧哏的，还是喝正彩的，还是叫道好的，都是这个剧场里所有氛围的组成部分。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演好自己的角儿，当好自己的腕儿就行了。你成不了一个名演员，我当一个重在参与的票友，我觉得也不错。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跟大家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的收看，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啊对我们这个初起步的小媒体的支持啊，期待着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我们会更加努力。再次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点赞、订阅和转发，也可以根据屏幕信息给我们打赏，左边是 PayPal，上方是 PayPal 转账邮箱，下方是 PayPal 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衷心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